词曲为两个学校的世赛指定曲，描写爱尔兰大草原的风光，羊群们自由的放牧，牧羊人悠闲的享受时光。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来欣赏这首曲子吧。
在下首曲子开始前，我们先邀请熊茂老师为我们上台致辞。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熊茂老师进场。都是给我们用的，好，可能大家经过这几天的集训以后，应该都对金山高中也比较解了，对不对？好，这边风水好，对不对？是吗？好啦，不要讲那么多，很高兴那个新庄同学能够来到我们金山哈。那其实往年你们都陆陆续续有来啦，那今天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所以你们大概隔了很久再来一次。好，那波快老师，以前我们常看到他哈，很认真的带领各位哈，在新庄已经服务很久，我觉得新庄有他其实是很，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你们新庄同学要好好把握哈，然后真的要好好爱护他哈，请勿拍打哈。那金山的同学哦，有一副老师也是哈，一副老师更是好，大家好好疼爱他。千万不能喂食它塑胶类的东西了，喂久了都会受伤。好吧，那很高兴大家即将完成这个集训哈。那其实朋友是一辈子的，我就希望你们来这边，因为自己在吹乐器的时候哈，自己所在一个地方吹乐器，跟出来跟大家一起合奏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些人比较孤独一点，因为乐器就自己吹嘛，对不对？啊，那要不就自己的团体。那你可以出来跟各种不同的团体交流，啊，其实你会有一种说，哎，原来还是有人跟我一样，在这边奋斗，哦，就会有一种热情的感觉，哦，所以我希望的是说，你们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哦，这个东西来，这个集训，给你们的回忆留下来，哦，然后让你们有一个一生，哦，原来我们也是奋斗过的，哦，原来是奋斗过，哦，所以我觉得集训很好玩的是说。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同学们互相在一起，啊，在这边这几天感受到不同的东西，啊，让我们知道说，哎，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有这么多的朋友在，所以我希望这个结束不是结束，啊，所以你们继续，大家要互相交流，啊，互相还是要联络，啊，这个才是这个活动有意义的地方，啊，然后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活动可以带领是这些东西。那不耽误各位打扰，不打扰各位的表演，好，希望你们今天尽兴，然后等一下好好的吃一餐，好，好吧，好，谢谢各位同学，谢谢。向黑夜奔去，歌词内容大致为主角被不断想寻死的你啊。深深吸，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早就也不想哭了，最后终于愿意放下一切，一同向你，一同跟你啊去致敬。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首《向黑夜奔去》。
让我们一起掌声感谢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东北民谣为日本相当传统的曲子，金山管乐的大家很少接触到此类曲风。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演奏这首东北民谣。
曲目为《千本樱》，此曲由金砖管乐指挥老师方国凯老师改编而成。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曲子吧。再次给冯凯老师，感谢老师。
庄高中的同学们，还有我们学校的我们的政学组长，还有我们哈我们的永茂老师哈，还有几位校友哈学长姐哈，还有我们管乐团的同学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校长好，还有我们就是精神领袖啊，我们的一夫老师哈，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在寒假的时候一起聚在这边团练。那为了参加今天的晨发，校长也特别跟你们穿一样黑色，哦，是特别的哦，哦，真的很开心。我们在过完年的这段时间，同学们马上就是打起精神哦，然后跟新庄高中的同学有做这么棒的一个交流，然后又练了很多很棒的曲子，所以刚才很开心在后面有听到这个哦，感觉大家都是神采奕奕啊，精神。非常振奋的一首音乐，那非常谢谢新庄高中的同学哈，远道来这边做客，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跟我们的同学做更多的互相交流。那我们这个晨发哈，虽然这边空间小小的，但是从大家的脸上有看到，大家一定有很认真的学习，而且也有很多的收获，然后也跟同学有好的交流。或者是认识了新的朋友，那我想说我们就是以音乐会友，这样是一个最棒的，大家彼此互相的加油打气，那也期望未来的不管是新北的市赛啦，或者是未来的全国赛，我们希望金山高中呢跟我们新庄高中两校都能够有最棒的成绩。好，那我们也在这边要特别谢谢一夫老师，好，让我们这个机会跟新庄高中聚在一起，那也谢谢国凯老师愿意带着同学们一起到这边来，那也希望金山高中我们的好山好水好人情，让大家哦这些远道来的贵客同学老师们也能够留下很深刻的回忆，那高中真的是一辈子最值得回忆的哦，因为很多都是刚接触啦新接触的，尤其像社团它是跟国中又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管乐团是一个非常棒的很有向心力的一个团队，那祝两校啊大家都校运昌隆，那各项比赛呢我们都是全国最厉害的，那祝福大家拜个晚年新年快乐，一切平安顺心，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啊是历届校长啊特别是玉桂校长对我们的支持，然后我们能够有在这么多次的搬迁中还有这么好的场地，而且还能够在疫情的末端还能够邀请到其他学校到我们学校来一起集训，真的非常难得。那我相信新庄同学应该很有感觉，我们今天的主任啊组长校长全部都在现场，虽然现在还在放假，其实他们仍然很关心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记得如果你表现得好，学校就会愿意用最大的努力支持你。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校长，谢谢校长，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还有我们的教务主任也来现场了。好，金强主任，还有浩正主任，对，还有浩正主任。浩正主任，主任怎么穿跟他们一样？我们的学务主任也在现场。OK， 好。再次感谢校长的支持。来到了这次晨发的尾声，最后要带来的曲子为《女巫与圣者》。这个故事描述一对双胞胎姐妹的故事。在当时，双胞胎的出生被认为会招来不幸。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发现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能力。自小以来被分开于两地，姐姐因为特殊能力被送往寄养家庭，被认为是女巫；而妹妹则在修道院中被奉为圣者。两者不同的命运牵挂出悲惨的故事及伤心欲绝的结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女巫与圣者》。请再重弹一次，谢谢。
次感谢这次前来关心我们的校长、主任，还有所有老师们，谢谢他们，还有校友，谢谢你们。然后我们一起来热情的掌声，谢谢国凯老师在新庄跟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校长们团拍一张。对。